我去，再快点，再上！哎呦天哪！别动，别动！我的老天！哎，这有，这有，这有！水果！我去，趴一下，趴一下！我去！我弄那个，我弄那个，你弄那个。一边一个，一边一个，一边一个。那一边一个啊！你别摔倒了。看到没有，抓的开心不开心？哎，这个这个，快快在弄那边自己啊！就在这个位置。哎，人家掉了。哎哎，看看，看什么？你看看。你的头灯带着我。你好好看看呢。哇！怎么样 ？Oh my god！ 看活的死，扣扣那个能看能扣开吧？啊，缝，扣扣那个缝。活的，那有活的，这个得有三两多。别那个扣上了。哎、我的妈！你怎么看的？你们眼神好，学习不好，眼神还不好吗？啊、哦，大海螺，大海螺、哎！我看，我去，不行。嗯。大海螺，哇，漂亮！你看你刺，咱能不能行了？捡个海螺还在那刺一下？哎、快拿着，快赶快找，就这边有活。螃蟹！哎，来，快捅呢！又扒拉开人家虾开了。嘿嘿，别眼馋了，咱找吧。你看，你给我看一眼，人家咋？大虾老过瘾了。啊，一个对虾。快，这里。就这个地方，看到没有？你看不见吗？看不见吗？啊！这不就看到了吗？你看我眼神。你眼神可以。对啊，找对象就找个眼神好的，干别的别的吧，眼神都跟不上，那能行吗？哎，悠着点哈，你别扑进去了，我可不救你哈。师傅，朋友们。嗯。哎，我去，还有鱼啊！啥货都有。有几个海螺？就一个。就一个也不知道你吃，待会儿给我们女神哈。为啥？你一个你知道得吃吗？不行。弄了不少哈，为了我的幸福，委屈啊，整的没用的。我这一个海螺，还要弄一身香薰，我给你来十个。我看。啊，一身香薰买十个，大螃蟹大不大？哎呀，板鱼呀！哎，那板鱼怎么抓的呀？哎呦我去！哪？他说哪个大海螺？哎呀，螃蟹，好几种螃蟹。嗯，真厉害。嗯，别羡慕，咱赶快抓。大家看看哈。这小溪弄的哈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肥呀，这个沉呀。啊，小溪弄了不少。小溪弄几个海螺啊？哪个海螺？一个没有。一个没有，你背打，俺弄两个。背打哈。北边的不让进，北边的有。看什么？这边一个香螺，你看这个猫眼螺。哎呀！你看这大猫眼螺，看来。赶快找，别忙弄了，撇里边。别接着找。抓着这虾。哦，你怎么弄？你把他那个头给你揪下来、啊。不，压手，我拿筐子压。你抓了个虾、啊。真厉害。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呀、啊！哈，小半桶。今天没有网友赞助我们了，不能众筹了。你想怎么弄？别手弄浑了。在这倒出来。啊，扔里边行了。啊，哎呀，今天的收获啊，满载而归。收工。